别看了，回家。哎呀，你咋这么多事儿？你就钱都交完了，你看你说这大夫他也不跟我唠病事啊，你说搁这整半天就给我呛呛哪个县是大县。我说沧州县是最大的，铁岭三区六县，他整乾陵县是最大的。快点说着，人家让大夫说了算，就是让你憋泡尿完事就知道谁大谁小了。那也憋泡尿吹泡最大还用说。你咋不听话，你叫你喝水，你看看你就憋泡尿完就完事儿了呗，到人一亩三分地了，听人家的。行，喝不下去你就整给我整俩菜的。这是医院，你这也不是饭店，你在这咋喝？人说你呢，整点花生米也行啊。人家就要尿，就喝水就行。就要尿，您大夫都说了，他说的憋完这泡尿完事就知道，看看你肾里有没有石头，裤裆里有没有沙子，再看看你血里有啥没有。血里再有点水，你一回家就盖个瓦房了。你就跟我俩抬杠的可能的了。我说不了。哟，大壮，这不三叔三婶吗？咱屯子那朱大壮啊。这孩子这家长得聪明坏了，你这我这家胖的。你俩在这干啥呢？这等啥呢？这是等尿呢吗？等尿呢。啊啊，你是要让你做 B 超吧？大夫让他憋泡尿完做 B 超。临早上来的时候儿子就嘱咐我说，是啊，你呀别撒尿，到医院再撒，这第一泡尿啊营养价值最高。到那啥都查出来了，到这头呢人家这头先要尿，我就给他了，他还嫌多，做 B 超这头还嫌少，他整个就给颠倒了。你说要先验这边再验那边是不完事儿了。三叔啊，可能是不是让你做那些个什么前列腺啥的，是不是？前列腺到底哪个腺呢？三叔，前列腺不是腺，是地区啊。前列腺呢是你身上的一个东西。那个腺长哪了？前列腺，前列腺它在前边呗。谁前边啊？在你前边呗。我前边不你吗？三叔啊，在你身体的前边。我身体的前面。对，长我身上了。对，哦，长你身上了这玩意儿。嗯，大壮，那你干啥来了？我到这儿我是健康检查呀。这孩子健康你检查啥呀？那没病找病呢。三叔啊，你不知道，像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啊全都享受这种待遇，我现在科长。哎呀妈呀，那孩子从小鼻涕拉瞎的，现在当科长了，上哪说理去？这是啥？哎呀，这城里呀，我就跟你说是缺人才呀，咱俩早来就好了。哪个科的？我是那个供暖科的。供暖科是干啥的？烧锅炉的。供暖科，我管1000多人的。他管1000多人呀。1000多人全归我管，他们就是那个喝开水啥的。你送水的，你还别说。我不是单烧锅炉，我那个推煤。你不推煤你咋烧锅炉啊？卖芦荟杂子。你看烧完你不卖芦荟杂子，你整了半天就是烧锅炉的。好好干啊，就你这身体一定养好，知道吗？你这下一步可能还有步呢，没准能给你调前列腺当县长呢。你说我三叔哪呢？你说三叔啊，嗯，你呢来一趟医院不容易，嗯，你来了就好好查查，别老心疼钱，保住身体才是不生病。对呀、啊，那还用你告诉你？赶紧看去吧。他就心疼钱呢，老心疼。你快去看去吧。啊，三叔，你多喝点水，你在这憋尿呢是吧？啊，那我去了啊。去吧，我这一天老忙了。快走吧。检查完了我还得踢足球呢。
你瞅瞅人家啊，那大体格子像牛犊子似的，还查呢？查查他公费，他可不查咋的？咱们私费查了也白查。走，回头。你等会儿，干啥不查呀？没病查啥玩意儿？儿子给你花钱，这单子都开完，钱都交完了，就查查吧。人大夫都说，关键是没病，你查啥玩意儿？你老犟啥？咋没病呢？你大夫都说你有前列腺呢，那不是病吗？前列腺谁都有，你查你也有，你看你。差有多少了？不少呢。看看看看。不是你，问题是这么个事儿，你孩子钱都交完，院不白瞎了吗？你白瞎啥呀？你查啥？有啥查的？刚才我听心脏，马上就告诉我你得支架了，你这心跳太快了，咔咔咔咔咔咔。那人都说你心动过速了，那不就有病吗？哪是心动过速？那给我，你这家放怀表上，咱能不过速吗？哎呀，人这么大地方不能整怕呀啊！哎，大壮，啊，你查完了？没有，我得加项。啥加项啊？加项就是我还得交钱，还得多查一项。那是不是有事儿呢？没啥事儿，大夫说我窦性心律不齐。窦性？啥叫窦性心律不齐呀？啊，没事，就缺心眼儿。三叔不是缺心眼儿，啊，不是缺心眼儿吧？哎呀，我知道了。他是心上长痘了。哎呀，你爹老杀猪，我到时候他豆肉他全吃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家都好好查查吧，背部谁都有啊。那得咋治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大夫说让我做三扫。三扫你上哥来不？是不是都得扫啊？不是，做三扫啊，就是三扫。啥是三扫啊？三扫什么？那是电扫帚。那不用开膛了，完事搁外边一扫，就都扫好。你赶紧坐去吧。啊，三叔，我交钱去了啊。啊啊啊！你憋，你多喝点水，三叔。好。喝水。喝啥水？走吧，再这一查，给咱也查出痘来。你别走，你老惦记走干啥？你说这堆单子开完了，你喝，你瞅瞅，这家伙的这照相的，看你肺子的 ，CT 的，看你脑袋的 ，B 超，看你肚子的。这小子是妇产科。这妇产科谁的名啊？你的。这咋给我查出妇产科来了呢？是不是那前列腺跟妇产科有啥关系吧？别查了，他妈回来给我查怀孕了，回去咋说去？这是，我说走吧。你还能怀孕？你坐这。你万一查怀孕了，回谱子跟人一交代，这老头咋的了？你快坐着，我去问问大夫去呗。啊！你搁这喝水，我求你了啊！钱交白瞎了，你搁这喝水憋尿，完我去问问大夫，看到底咋回事，行吗？去喝去。等我呀，不用走啊。我整妇产科了，兄弟。咋的了？前列腺啊，前列腺。怎么回事啊？前列腺大，我终于掉大线去了，这是。他喊啥玩意儿？大大的？前列腺大。他也说前列腺大。谁查谁大？喊啥呀？我这整明白了。怎么回事？不是给你开的，给我开的。给你开，写我名干啥呀？他说都咱家花钱，开谁名都行。你这不扯？你为了挣钱，男女都不分了，你说？查查，他说不查，回去吧。不是查你，是查我的这个。查你干啥？你上月不查了吗？他说再查一回也行，没啥事儿。这也不是水表呢，一个月查一回，你说这不这白瞎钱了吗？你这不是？你别介，你赶紧查，你听话，听话。啥话听话呀？你要是再气我的话，你走，我查，你走吧，走啊。你走，我自个儿搁这查。你看，我就心寻思呀，那孩子多孝顺，领咱俩要出去旅游去，完说给咱俩检查检查身体，内向都查查。上次来了，他就孝顺，他就告诉我，我说我上点火，牙有点疼，他说你赶紧上医院吧，这就给我折腾医院来了。那大夫戴个眼镜，问你贵姓啊？我说我姓魏。他说你为什么呢？我说我爹姓魏，我就姓魏呗。他为什么？人家问你叫啥名？我说我叫魏宝德。
他说你怎么事啊？是公费是私费啊？我说是儿子费。他说你怎么事？我说牙疼。他说你把嘴张开。我一张嘴告诉我完了，死一颗牙。我说咋办？他说薅啊。我说我嫌疼。他说给你打麻药你就不疼了，咔一针麻药。我就觉得嘴唇子也大，哪都大。他说你张嘴，咔就给我薅了。薅完我说我看看那牙吧，跟我六十来年了，我去看看啊，你得让我看一眼呢。他要走了，找不着了，他就满地找牙。我说牙哪去了？后来他说的你啊一声，我没啊出来。他说坏了，卡这儿了，告诉我这就不归我管了，这下一步呢你得上猴科。完了我急忙到了照相，完了交钱到猴科了。猴科让我说你啊一声，我说啊啊，他说不在这儿了，已经下一站了。我说后来我说下一站在哪儿啊？他说下一站在胃肠科。我又照相又交钱到那一看，他说到这站根本就没停，你得到终点看看。我说终点站在哪呀？他说是肛肠科。又给我照相化验，这家伙到那我一去，大夫拿这么大扩大镜他就看，他说坏了，你这里长牙了，回口腔科摘了吧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一颗牙花了1000多块，我花钱让牙搁我这白溜达一圈。你老提你那光荣历史干什么玩意儿？咋不提的咋整啊？现在根本就是你进医院了就小病大养，刚咳嗽两声他就到那抽一管子血，说是哎呀你这坏了，你得打鼻流啊，就一个感冒，小时候感冒就喝点健胆汤就好了，打7瓶鼻流，打7天，花了500多块钱。那给你感冒治好就行呗。感冒好了，肾坏了治啊，肾好了肝又坏了，那再治啊，肝好了心脏坏了，那就接着治支架。支架4万一个，国产的，进口的是8万，你支不支吧？你支不支？支架，支架，支架，支架。大壮啊，那个他是朱大壮，支架，快看看。大壮你这是咋的了？大壮啊，三叔啊，回家给我爹捎个信儿，我不行，我支架了，让我爹来看我，我支架了，支架。好嘞，刚才还好好的，这会儿咋支成架了呢？你看那个刚才好好的，你这不是吗？到这儿支架了，这是缺个后卫，你这手里那咋整啊？哎呀妈，不行了！你咋的了？哎呀呀，别动，别动！那我给你找大夫去。别动，不行不行！我给你找大夫做 B 超呗。你别做了，全出来了。